后面来的同学再听一次哦，来各位，看我的雷射展示，大家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个东西？列雷射不是对。哦。来看到这个啊。像牡羊座的。然后你看后面是一栋美丽的房子哦，这边是一个有钱人的房子，你看上面这些女儿墙做的这么漂亮，明明没有阳台，可是极尽奢华之能事，上面做了漂亮的装饰哦，所以也许你会跟我一样。虽然没有撞了。